不过那些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就连领邦军的士兵前面也很吃得开的样子。在说我们吗？在说我们吗？他在说我们吗？天晓得，毕竟完全摸不清楚那个男的在想什么啊。算了，现在还是做好随时离开这里的准备吧，赶快去打他们。没错，太天真了，打人嘛，打人而已，又不是打什么魔物。还是他们会放魔物出来？这里都是妖魔鬼怪吗？真的还假的？什么？怎么了？我们杀过来了。呜呼，想跑？你们是昨天那几个？明明把门得上锁了，被我切开啦，轻轻松松就切开了。没有？难道你们是硬闯进来的？その通りだ。的确如此。そのどうやら大市で盗んだものみたいだし。大市集偷来的。この場合、現行犯逮捕が認められる状況なのかしら？現行犯逮捕耶。要反抗嘞，干掉我！反正只不过是一群小鬼，一口气解决，一口气解决。呵呵，幸运的是没有目击者，我们就是目击者啊，怎么了？准备好觉悟吧。それはこちらのセリフだな。后面还有更强的 BOSS 是不是？哦，好，我懂。那是我们要说的。アークスの戦術リンクをなんとか使いこなせれば。轻松解决是不是？この程度の連中なら簡単に制圧できるはずよ。几个嫩逼，四个小嫩逼嘛。行くぞ。一个走，四个小嫩逼嘛，对不对？さあ、かかってくるがよい。人而已嘛，打个人有什么好难的？打人我不放在眼里，好不好？激励。给你们激励一下。打人我从来没放在眼里。一个一个来。燃え尽きなさい。射死你！打一下就500哦，这么多哦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哎，这个我好像没不太不常用，应该说没用过。马加塞个用。马加塞，200了，不用不行了啦，先用一下烈地斩啦，不用不行了，不用太浪费了，都200了。哇、很强吗？没有哦。充能射击。哦，主角们都很强呢，都被那个都被枪打到都没事哎，有没有？哦，被枪打到，神射之落，正常人不应该这样子的。一个走，被枪打到神射之落。放心啦、走开啦，过量击杀，一只死了。双重击杀，两只死了。我应该回来补个血，是不是？战绩来啦，神圣疗愈一下，疗愈，疗好了，那就疗愈这两个人。虽然这两个人根本就很多血，也不太需要疗愈，没有疗愈的必要。杀铁头啊，随便啦，随便啦，杀铁头。我应该是要去得林恩恢复的啊，用在你身上，用在你身上，专门用在你身上，好不好？一个走，又200了，烈地斩，去死吧，打赢了。好嫩哦。さて、先に進むとしようか。在劳拉前面，全部都退散，忘记回音了。对，一开始要先用回音的。好了，没差了，打赢了啦。他们就哭在地上了，有没有？对我俯首称臣。怎么可能？竟然被这种小鬼！やれやれ、口ほどにもない連中だ。平常不锻炼，你们怎么打得赢劳拉？拜托，你搞不好连那把剑都拿不起来。まあ、サラ教官の武術訓練に比べたらね。狒狒呀，小狒狒。それは言えてるかも。走开，走开。收剑了。勝負はあった。投降して。大市の人たちにきちんと謝罪してもらうぞ。そちらの盗難品もすべて回収させてもらうわ。それと誰に頼まれたかも話してもらう必要がありそうだな。委托人。哦，盗贼，开什么玩笑？要是把谁，要是谁把那种事情说出去，怎么不得好死？有问题喽。
有问题哦。噔，艾利奥特，艾瑞特发现问题了，果然是学音乐的，耳朵特别好。どうしたの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なんだか笛のような音が聞こえたような気が。听到笛声呢。哎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これって。来了。大型の獣か。大型野兽来了。什么什么什么？连盗贼都不知道哎。往这边来了，他们要跑了，他们要跑了。怎么可以如愿以偿？不要想跑。狒狒王是狒狒王哎、欸！哇、哦，咆哮之巨猿，古尔诺加，狒狒王哎、欸！咦，他咦什么？我以为是狒狒在叫哎、欸，巨大的狒狒。なんて大きさ！この自然公園の主といったところか。君临这座自然公园的王者哎、欸。どうする？リン。打。さすがに彼らを放り出すわけにもいかない。打打。みんな、なんとか撃退するぞ。李恩说打哎、欸。李恩说打，劳拉就打。劳拉其实很想打，是不是？女神様、どうかご加護。请保佑我们，请保佑我们。相手にとって不足はな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还叫两只哦，他还叫两个帮手。你进来就先咆哮哎、欸。你既然就先咆哮，咆哮什么啦？我可不可以直接用 S 战技能死啊？先这个，完全不知道他有多少滴血。啊，不管了啦，打下去啊，得我死啊！狒狒王得我死！喂，看的是狒狒王哦。狒狒王，狒狒王有一万滴血，感觉是啊。感觉狒狒王一万滴啊！みんな元気を出せ！ Enki 加油啊！开眼！什么东西？李恩可以使用火焰之焰之太刀了 ！S 战技哦！哎呦呦！开眼了！我开眼了！开天眼了！我的老天爷啊！我开天眼嘞！哦，开天眼了！李恩开天眼了，他有两万滴血，我先把旁边的小狒狒干掉好了。小狒狒，等一下再来打大狒狒，好不好？开天眼了，看一下开天眼有什么好处，好不好？我が剣に刺され。开天眼了，好像也没有很强哦，可能是没有存到200%的关系啊。开天眼了，开天眼了！我们的李恩开天眼了，我们期待已久的李恩终于开天眼了，还开眼呢，实在太好笑了。在紧张的时刻，我们的李恩开天眼了。你怎么开完天眼就爬下去了？搞什么搞笑哦？你们狒狒王来了！狒狒王哎、欸，狒狒王感觉好强哦！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先干掉一只。哎、欸，一只死哦！沙铁头，沙铁头，沙铁头，可不可以睡觉？你们会不会睡觉啦？睡个觉好不好？不要这么冲动，你们做人放轻松一点，有话好好说。没有，他们不会睡觉。这一拳很痛，这一拳很痛。你击他！呀呀呀呀呀呀！一个走，一个走，这一拳很痛。我觉得很痛了，等你们吃黄金球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应该是比较怕这个吧？我记得没错是这个火焰，对他比较怕火焰，吃火焰球啦，吃火焰球啦！加油啊！你们要撑下去，我们要撑过狒狒王和小狒狒和大狒狒的攻击！哇，小狒狒！小狒狒的攻击撑过了，大狒狒的攻击，没有撑过大狒狒的攻击、啊，太可惜了。我本来想治愈一下你们的，结果你没有撑过，那就太可惜啦。神圣治疗，
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！哎呦，李恩站起来了！要魔法复原吗？要怎么样让小樱复原？等一下再说啦，先难得有这个了，继续 S 战绩啊！先把这一只砍死啊！先把这一只砍死！跳跃跳跃跳跃！什么要狙啊？不会啦，已经死了，小小怪怪而已。死亡之声，呜、哦，叫一声而已嘛，不要怕，大叫一声，没放在眼里，好不好？我们继续我们的 S 战绩。啊，跳跃跳跃！耶、yeah! ！魔法辅助有复活术，复活吧，艾瑞特，艾瑞特复活啦！复活不会又被他打死了吧？还要回拳哦！哦，5D 耶！5D 会不会太刺激？魔法帮你们复活一下啦，辅助魔导祝福，补充这些都不是我要的啊，这些不是我要的，那我只能攻击咯。好啦，我只能攻击了，战绩啊，火焰剑，我应该用普攻就好了，普攻一下，哎、欸，射追击追击，追击好，我为什么？我没有连结吗？哦，因为刚刚死掉了，所以没连结到，再连回来。你看一下我有什么魔法？没有，强音之力，提升攻击力。现在要用。这个，焚烧殆尽。我要不要让小音死？是不是？还好我有一点点小幅恢复。等你们两个啊！等你们两个啊！我在前线这么辛苦，在前线这么辛苦，我应该要往后移，对不对？移动，这里，移动到这了，好不好？移动到这，耶耶！噔，呀！哦，没问题，恢复了一咪咪。哦，没事，圣域治疗，继续治疗一下啦，这样治疗得到三个人吗？不行，哎、欸，可以，刚好三个人。哦，等你们圣域治疗一下，神圣治疗。干巴得，他等一下放大绝哦，他是不是有一个惊叹号要放大绝了？感觉就不太妙的节奏，还是先用补血剂好了，不太妙的节奏。みんな元気を出せ。哎 ，Enki， 当然不会怎样啊！你们都太小看秋风我了，有没有？太小看秋风我了，等你切一切啦。そこだ。切！没中。私の番だな。这个继续攻击啊，普攻啊，先普攻啊，等一下就有 S 战绩了，再撑一下就有 S 战绩，有没有？再撑一下，哇哇哇！暴虐打击，李恩你好可怜哦，李恩你好可怜哦，你满血被人家干掉了，你被暴虐打击干掉了，哇！还好他打的是那一边啊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，好不好？跟我没有关系啊，跟我没有关系哦，李恩你好可怜哦，站起来了啦，不要管了啦，李恩你好可怜哦，好好笑哦，好有趣哦，被人家直接被人家秒杀了，有没有？很有趣啊，觉得很好笑。杀腿斗恢复术啦，给你恢复一点点啦，李恩，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被暴虐了，没错。阿里亚德，没事了，瞬间又恢复了，要打我吗？